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跟各位讲解八卦在掌中，掌中八卦，掌中乾坤。掌中有乾坤，我们扭转乾坤怎么扭转？你要了解掌中八卦，就是智慧，就是智慧。所以佛啊，说即这样接引大众啊，我们阿弥陀佛法像是这样，你要用左手 接引众生，我们要有智慧，不然你怎么救呢？不知道怎么救啊，众生那么多，众生就各种烦恼，就是众生啊，各种的啊，很多人世间的人事物也都叫众生，你怎么接，怎么接引？那么这样来你怎么放光？这样这样来的佛，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这样的三界天地人，好，佛法生精气神，阴阳中道都要圆满呢，要圆满，三界圆满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阿弥陀佛是这样圆满法印。你看到佛这样啊，他磕了这样，我当第一次看到了，我要赶快，我要圆满啊！也许我最刹那，我的心在想贪念的事情，或是我在气某一个人的事情，我在无智慧要讲一些的事情，贪嗔痴，马上要及时停顿，阿弥陀佛，自己向自己忏悔罪过，这个都是法印，这是圆满。也是三界天地人，我们易经里面也有天地人，天人风水，天缘地缘人缘，天智地人三才都是离不开。那么好了，所要接引众生，所接了是这样，你要是自己要圆满，告诉众生要放下贪嗔痴或是要化为戒定慧，你才能成佛这个所有一切佛像他们的雕刻就是一个法印第一次我看到准提菩萨，我就心里想一个，好像很天真的，准提菩萨真慈悲，演化在家庭中的妈妈们十八只手嘛十八只手嘞第一手呢很拿抱小孩的，右手就拿奶瓶嘛养孩子第一个第二这个煮菜的时候这边拿菜的，这边拿刀子要切菜这个呢再一个手呢方便的拿个锅子这边演习炒菜还有呢这个打麻将的这边那个靠白，这边就碰白还有呢那个中医师这边把脉，这边就拿药还有那个药剂师呢这边包药，这边就要收钱。你看准提菩萨他的话太妙了。所以以前我们一位师兄他就是做中药房他供奉的准提菩萨。我说你为什么要供奉准提菩萨？我知道啦所有开中药中医诊所的或是中药店的啦你看手一只拿着药草这边拿着就要切，这边拿着一包药来给你的，这边右边就要收钱，这边把脉，这边开药单，一手把脉一手开药单，什么是准提菩萨过来一手
就圆的来一手怎么样呢？所以准提菩萨十八只手都每只手都有用哎。啊、哦，我在想到哎，天底下的妈妈们真的很伟大，而也告诉整个人生的奥妙。左手你拿了畚斗，右手一定拿着扫把，拿扫把要拿畚斗把这个脏东西扫起来吧。那请问各位，准提菩萨是不是在告诉每个人都是准提菩萨？是不是这样，师父啊？现在大家都准提菩萨，哦，在诵经，啊，一边讲啊，一边经哎，哦，这个木鱼嗡嗡嗡嗡嗡，是不是？啊，这嗡嗡嗡啊，空空空空，啥啥啥，嗡嗡嗡啊，这边经哎，很聪明的，伶俐的。精甲戆拢行白长，啊，精个甲戆拢行白长，是不是？啊，精个甲戆啊，都会成佛，啊，精个甲戆嘛，佛的化身，菩萨的化身，什么事情都有两手，所以老祖啊，他左手拿着天地盘，右手拿着浮尘，老祖浮尘的作战法好得很，啊，就是他老祖的浮尘法，他是做企业的人。如果拜老祖了，悟到老祖的方法，一定很成功。若是没有悟到老祖的真理，啊，做事业也一塌糊涂。啊，这个是左手右手，那么佛一样，这边接引，这边给予幸福。接引众生是慈，啊，接引众生的烦恼是慈。右边是啊，给予光明，给予光明，给予幸福，就是悲。啊，大慈大悲，是吧？易经里面也是一样，啊，一手啊阴，一手阳，阳是光，阴是接引，也都是一样，一个通，什么都通，哦、啊，这道理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掌中有八卦都在我们掌中，啊，你看，啊，你们可以背，啊，这个是什么卦？钱啊，这个呢？啊，这个呢？哈、啊，正，好、啊，这个，哎，坎，这梗，坤，我们每个人都有，哪一位没有？请说。除了你把脚砍掉，手砍掉，这边还有，是不是？啊，只有脚没有，两只手一定有，这叫如来掌，叫如来掌。前的数为一，好，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各位要记住这个数字哦。易经是大学，大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叫做江东卦。好，这边叫做江西卦。啊，江东江西卦，所以这个也等是一个地球的，我们一个地球，一个地球，啊，由南而北，由南而北，由北而南，这样是在运行的，在运行的。好，所以这个江东太阳正为离，在东边而西。那好了，先天卦的方位，乾在南方，坤在北方，坎在西方，好，离在东方，离卦在东方，好，这个叫西南，好，这个东南，啊，这个叫东北。这就在西北，
啊，这个整的我们的手，这是掌中八卦先天的数，先天的数，啊，这告诉我们，你要回归到最原始的境界状态，一定要以这个先天数，它是静止的状态。静止的状态，啊，是一个物体的状态，物体，尤其是人，尤其是人，啊，那么人，这个人的头、手部，乾卦为手，好，坤卦为主，啊，坤卦为主，好，左边呢，坎为水，好，啊，这离为火是东。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它的阴阳五行，看它的五行，啊，乾卦属于金，兑卦也是金，离卦是火，啊，兑为泽，啊，属于沼泽了，啊，乾是天，啊，震是雷，是声音，雷，顺是风。好，坎是水，艮是山，坤是地，坤是地。那么我们掌中也有天地，整个掌中的天地呢，这个是手是为天，我们的中指这一指呢是为天，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就要他压下来，把天压下来，把天呢，好，我们要谦虚。啊，不要头，我要顶到天，天永远顶不到，所以叫我们要谦虚下来。啊，这边是坤，掌中是坤，是地。啊，而地就是收敛，地它是收敛，地它承载了一切，啊，承载一切众生，是为地。好，那么乾为天，啊，兑为泽。对为对卦是沼泽，好，啊，离卦为火，离为火，震是雷，好，巽是风，好，坎是水，好，艮是山，坤是地，这个八卦八宫啊，告诉我们地球上先天的物体。啊，人事物山河大地的结构体，用这样来表示。好，那再来呢？我们八宫里面有六亲，有六个亲人。啊，六亲呢？啊，乾卦，乾为天。啊，乾为天，为金，为老虎。好，对，好，为泽，为泽，为金，为少女。好，离卦，离为火，啊，离为火，也是火，也是火，好，是。离卦离为火，是中女。好，啊，乾对离震，震卦，好，为震为雷。好，这是乾为天，好，对为泽，好，啊，离为火。卦震为雷，好，是属木，属木是长男，然后前这里是
啊，顺为风，啊，在顺，在西南，在西南，啊，坎卦它在西边，先天的西边，艮卦，啊，艮卦呢，啊，在西北，好，坤卦。也必须要把它记住的。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 舞台。我们接下去要用卦，啊，用易才会比较啊单纯，比较好用。不然啊，这个没有记的时候，以后我们要谈。就不重新来复习，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好，来很详细的来讲解。啊，现在乾为天，兑为泽，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这个是必须背的，最基础了。然后你们要来配卦。64卦就很简单，就很好用。64卦，好了，乾卦，好，它是属金，五行你们要记住哦。好，而它的数1、2、3、4、5、6、7、8，以后你们学时起卦。用数字先天卦，先天的卦1、2、3、4、5、6、7、8，数要以先天的数。我们坊间很多的易经，他们的解卦法呢，以一为坎卦，啊，二为坤，但是根据本人用那么多年的经验，还是要以先天数。先天的数，好，所以这个啊八卦八宫的方位，我们要记清楚。好，来，我就从这一张给各位来看，乾卦在南方，兑卦在东南，乾兑离在东方，震在东北，巽在西南，到西南。坎在西，艮在西北，好，坤在北方，你们说一定要随时记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么你们100，好啊，这个四律三弼800，啊，这个二黑七四600，啊，这个后天八卦这边是为火，好，这个巽卦为木，好啊，震卦为木。坤方，坤啊，看对卦为金，好，这个乾卦为金，好，这个是后天八卦，中间有一个戊己五黄在中宫，所以后天卦我们暂时就不跟你们讲解后天卦。好，先把先天卦呢，好，你们把它记好了，好，你们再，我们再来讲后天卦。我们卜卦，卜易，卜卦，好，卜卦呢，
以先天卦为题，啊，卜卦占卜，占卜卦，好，先天卦为题，好，啊，后天卦。为用，好啊，为用呢有四十八节，好，三元九运，三百六十年的后天卦为用，四十八节，好，年月日时。好，都相互为用，后天卦、先天卦为题，就是我们所讲的先天的数。所以，我们易经风水本体是以先天卦、易经风水本体以先天卦。好。这一点大家要啊、有这个尝试。好，后天卦是三元九运四十八节，好、哦，它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哦，这个一直在变化，法无定法，就是后天的八卦。先天卦为题，人就是人，佛就是佛，神就是神。众生就是众生，就先天卦之体，啊、哦，这一点呢，啊，我们把它凑和佛法凑在一起，会很妙的啦。阿弥陀佛。